刘世烈打得非常快，换手运球的张宗宪进。对，这转换快攻啊，这张宗宪要把握这个机会啊。的确，在年前主场的比赛，我们也提到钢铁人的超杰是联盟最佳的。三分外线的张宗宪开节拿五分。虽然一开赛哈，这个勇士队。对，就那个配上一个三角传球哈，在底线找到空档。赛事附近，上一次蓝少辅在这边面对勇士队就拿下了有十三分了，是他今年球季的单场最高。不过张宗宪马上怀疑颜色，是蓝少辅就有底线那个三分球，跟张宗宪那个急停跳投，小的时候就。算是一堆的单打动作没有把它做好，是张宗宪把握一个外线的空档机会。上半场他已经投进了，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勇士队在第二节他们的防守就是许晋哲教练所要的，对，还是要就是说钢铁这边还是要守得住啊，你现在进攻了开锅苏伟，好球，这个快攻孟学的球传得恰到好处给宗宪，对，还是要加强防守哈。张宗宪，哇，这速度很快啊，直接蹦起来。对，发现一个防守，一个换防之后，陈佑伟来守，同样是左侧切入的张宗宪，这回是飞的位置，他连得了四分，这一节的六分球 ，Chris Benson 单节拿下六分。突然间急停的中距离，张宗宪恢复了昔日的手感，这个是感觉啊。对，这一个漂亮的一个，对，后仰跳投哈，这算是一个高级。这节带给喷射机，发球线后面一步的出手球弹进。你们看到就是勇士队在这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明，就是说他每次抢到进攻的接龙，结果发生失误。张宗宪再取两分。